来关心的是中秋节假期，台铁呢宣布全线多加开列次的加班车，总计秋节呢有197列的加班车，同时还推出了7折的优惠。好，其实呢，透过我们为您整理的 CG， 你可以看到，花莲到台北原价283元，优惠价200元；宜兰到台北原价140元，优惠价100元；宜兰到花莲呢，其实呢原价143元，现在优惠价只要100元。中秋节车票将于礼拜五26号清晨6点开放来预订，以上资讯呢提供给您。